走啊，赶集去啊，买点好吃的，走。今天给你俩一人50块钱，看你俩谁要买的东西好实用，完了还能吃得好。上次50块钱没够用，这次给咱俩一人五十，一行吧？拜。我说你俩扯个一人半，这个不行，我的多。看看你买啥吧，我买土豆子，你爱买啥买啥啊，不带这样子的。我婶喜欢吃土豆子，你就买50块钱土豆子，然后她开心不得了，买去了。带我一个自拍的，带我一个，带你一个，来比个耶，来给生活比个耶，哎，帅气了，来给这大哥也出个镜。哎，这大哥，这大哥好啊。今天买鱼，对，刚才还买你家芝麻油了，芝麻酱是那啥油，可香了，芝麻酱周五就吃了。这大小的事儿听明白了吗？那就是我腰秤啥的，十块，这手太准了，只要你多不带让你少，你再见，请到1.5块，花了20块。这中大的，对，4元1两。来那个，先过来，来点小点。不带这样的。这100元买的。35行不行啊？这给我钱。我姥爷一兜啊，我这22，你再拿钱，快点。来，我给你贴，我给你贴。快点。我就买完了。来，快点的。现在任务交到你头上了。看你买点啥，3.4块啊！你要长那麻子脸儿、巴巴赖赖的那种才行。对，他教我的，说那种苹果好吃。好，我花了9.5块了，我找到我要买的东西了，我要买水果，给你们回去榨果汁。我的榨汁机到了，这个是冰糖雪梨甜，卖6块，咱卖3元1斤。哎，我发现这摊没人，咱拿就跑呗。有人吗？没人，拿走了。要10元6双。我最多也就买个10块钱4双的。哎，这好长啊，腰。上山穿挺好，但上山不能拿这个色。这里是我的50块，这是我的50块，回去让我爸评评，让他选择。我买菜，我买菜。咱俩这好像这犯人来了现场似的。50块钱要哪兜？选一兜。50块钱，我要这兜。织的，扎的袜子挺好的，不用洗袜子了。对。再值50块钱。再给你们榨汁儿、榨果汁，不要给你们饮料，对吧？让你我买的榨汁机，来，我们开个箱看一下。别说这个，宋庆宝是我兄弟。似乎那个灯呢，挺不玩啊。梨，橙子这个酸，啊，这梨的这个好喝。他们，这没有那个有滋味有味儿。一个喜欢喝甜的，一个喜欢喝有滋味酸甜的。对。谢谢你啊，带我上山啊。哎呀，还有冰兰花，来送给你。哎呀，今天好不容易带我上趟山，他们采冰兰花，我去采白灵芝去。我眼神可好了，哎，比我还快，上山多好心情啊！哎呀，哎呀，看看多少个啊？加这个1个。有大风没有啊？这天气，能哪去了？啊，不对，太高了，天。身高不够，棍子来凑。咋样？啊！哎呀，方向急的，你看，在我踩的麻花杆儿，这家伙嗖嗖的。哎呀，方向看老牛蹄子咋不踩呢？追我妈的路上捡了一个，太小了。你们两口子比赛，给我累够呛啊！这家伙撵完这个，撵那个。哇，这么大点儿的药物！看看那满山开的小冰凌，我们这里
还有一种白色的绿菱花。弟弟，你来这块有好几根山芋头。这小水坑我抠了半天。冻的，这都冰。对，这底下冰。拉倒。那这还有一个。地下没画。那干啥？不让别人。刚才我去看三通，三通也没出。咦，这不有吗？哎呀，不好了，这被东西给刻了。哎，这个白瞎了，真厚啊！这叫花鼠刻了，咱就不能要了。啊，不叫花鼠，就是那个松鼠，一种松鼠，叫小花鼠。黄文佳，你把这个够下来。哎呀，人家采了几个。太高个，来我大高个，你看看咋样？我有剩菜没有？哎，这小棍上还有一个呢。你这在哪儿了？哎呀，妹妹！哎呀，哎呀。